真的很漂亮。因为它被我学的，虽然说现在有物价可能看到一些，但是房子都是小木屋那种类型。他修茶客镇上，然后这边就是他的一些建筑，各种颜色很缤纷。但是现在天气就是下雨，然后雨，希望明天可以有好天气。He's so hungry. Yeah. 这个奶油卷听说很多人都是会买这个，然后对着雪山吃。我试试看哦。大口，爆浆，看一下，很见面。满的奶油的，有点太甜了。哦，虽然奶油是甜的，是不是有点甜？它外面很酥哎。外面很酥，可是它里面奶油是不是太甜了？嗯，里面奶油很甜。嗯，太甜了。我觉得今天早上吃的那个沙盒蛋糕奶油超好吃，跟这个不能比。入住在这个哈修塔特湖边的小木屋。很可爱，一个小木屋的感觉。它这个厕所就很温馨啊，小小的，可爱可爱。现在是晚上的，我明天早上再来拍。现在超级多雾的，哇！窗外面看到的湖景。7:30左右，哎，你看到他那个天鹅在那边吗？看，因为你要喂他食物，他就游过来，好可爱哦。昨天晚上也有看到一只，而且你看他这个湖真的都清澈见底耶。哦，真的耶。
现在在哈修塔特搭船的地方，那边船在那边。这次就是没有看到晴天的哈修塔特，阴天的，有点可惜。要走才出来。对啊，刚刚都一直都没有出来，因为刚刚雾超大。刚刚去那个拍照的景点啊，就都是雾，但我现在走就雪山都跑出来了。感觉等一下又要盖起来了。很看那个运气啦。船上线了，要去火车站。我们现在在火车站的一个候车亭，进来的人超温暖的，它暖气开好强，然后你就可以进来这边取暖。然后这边好像还有一个售票机，对，没错。后边。